你要翻我的包包吗？啊，可爱。那边喜欢钻洞吗？超级喜欢，鼻包含鼻孔。他超喜欢钻肚脐。会站起来。他的站起来其实是，比如说他对一个地方感到好奇。我喝他的。就是他们吃饭的时候都会膨胀。对，他们吃饭的时候会炸毛，所以你们可能就会没办法直接用体型分辨了。可是他们要攻击人家的时候也会炸毛。对，那个刺猬的感觉也是一样吗？不一样，他站着真的好可爱啊，然后来不及，汽水，他一站脚拿手机来，他现在很好奇，汽水，你走进，他想说那个是什么东西，好可爱，把它穿裙里。